蓝湛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魏无羡，江城，起来。哦，起起起。重仙福禄，无愧于心。蓝湛，看在我们共生死的份上，一起放个灯祈福吧。我独自惯了，习惯嘛是可以改的，况且我这个灯可是为你男二公子专门做的，你看。嗯，你笑了。哎，你冷不冷？我这衣服都烤好了，要不我先给你盖上，你先睡一觉，然后咱们明天再。终于睡了，看来亥时已到。本来蓝家这令人发指的作息规律还是有点作用的。我们被困在这里，得罪了温朝，不知道江城他们怎么样了，也不知道云梦又怎么样了。